寸铁管包五英寸厚保温材质弯头。举例来说，极低温液态氮负196°C，输送管线的保温需要五英寸厚度，以下为一英寸输送管弯头制作实例。制作方法：第一层，用一英寸管径呈一英寸厚保温管裁切，表面涂上薄薄一层的强力胶。几分钟后，依序将各部位连接成弯头制作成型。测量外径，以决定二英寸弯头的裁切材料。第二层，用三英寸管径呈一英寸厚保温管裁切并制作成型。第三层，用五英寸管径呈一英寸厚保温管裁切并制作成型。第四层，用七英寸管径呈一英寸厚保温管裁切并制作成型。第五层，用九英寸管径呈一英寸厚保温管裁切并制作成型，依序结合起来变成一英寸铁管包五英寸厚保温材质弯头。